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我也没什么原因啊。然后呢，出去玩，等到后面几天，因为吃完了没吃嘛，有天早上起来都头都有点晕了，张阿姨还吓了一跳呢。是你们去旅游的是不是吧？对呀、那你这个还没完全好，这还得要继续吃呢，继续吃。行了。继续吃，你看明天吧，明天我问一下吴总，然后看能不能再给你找点，这次多找一点来，然后你还是要继续吃，你要等到完全好了之后再不吃。没有完全好的情况下，你要还是要每天按时吃，知道吗？行。那下次我提前给你说，我也那个吃完了，我就提前给你说。对，你不要吃完了再给我说。你看这，你都这一个星期都没有吃了。行。你要，还没有吃完，你就提前跟我说，知道吧？就比如说只有一个星期了，就可以提前跟我说。这样我也好找，因为你知道，那人家发过来的还要几天呢，两三天才能到，三天左右。行了。对了，我你看，那你吃就这两天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状况是什么情况？感谢马总啊，感谢马总。感谢冯总啊，不用说你吧，不用说你吧，那个，那这么的吧，那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吴总吧，然后你正好你今天在这里，然后你跟他说一下你这两天的一些状况，就这几天去旅游你遇到的一些状况，主要是你去泡温泉啊这些。就会有点头晕那种。那个小胖，你帮我跟吴总打个电话，行，打个电话，然后我在直播，我你叫他过来，那个跟我联系一下，可以，我刚好跟我老妈跟他沟通一下。底下那个小吴你知道的吗？就是吴总那个就是来过我们家玩的吗？记得，就是有点胖，有点胖胖的那个。上次那个就是他给你找的，因为他知道的，他认识的那种比较多嘛，然后是他给你找的，然后，今天的话，他没有，本来是来我们家玩的，然后他也感冒了嘛，就没有来。等一下我联系一下他，然后你跟他说一下你这两天的状况。他接没有？接了，你看一下他说他。你信过了，他现在很不舒服，你看一下。他在我直播间吗？对，你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他现在他很不舒服。我知道，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他说他那个感冒了那个。走。喂。你看，今天本来叫你到我家来。怎么，阿姨出去在直播间了呀？啊？怎么阿姨出现在直播间了呀？对呀、你今天二妹来我家了，她肯定出现我直播间了呀。二妹的这个面子大哦。那平时我一个人直播的话，她都不出现了。今天阿姨这个跟二妹像这个姐妹一样了，有点像。别人家人们都说，怎么了，二妹？我今天，你今天这个身体，你知道的。对啊、怎么了？你说。本来。都叫你到我家来吃饭了，你说你感冒了什么的，我也没有勉强你。吃不了，我现在动都不想动。对。是这样的啊，我问一下你，就是，上次我现在我手机也在直播，你帮我联系一下，就上次给我老妈找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好东西，因为。那个血脂吗？啊，因为我老妈上次你给她搞了那些好东西。对的，确实他说效果很不错，然后都好多了。这两天他一个星期没吃了，吃完了，他都去你，他也没有跟我说，好了没有吃，然后就这两天又有点出现状况了，你那个帮我喂一下呗。你这样吧，你那个啥，我刚刚好像看到冯总在你直播间，因为冯总他最近跟我说他经常看你直播。冯总刚才来了。对啊。刚刚我进来进你跟我打电话之前，我进了你直播间，我看冯总送了一个热气球啊。那我直接跟他说吧，那怎么的？你直接跟他说吧，好吧？对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跟他说。你先把他连上来嘛，你先把他连上来，我跟他聊一下。但是我是通过你认识的，所以我也不好。我的兄弟就是你的兄弟啊。
哎，这他知道的。我的面子可没有你那么大、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放心，阿伟啊，我的兄弟都给你面子，家人们是不是？那个回头给我打送了个礼物，对他到我直播间了，我连一下。送了个热气球。哎，王总。哎，老冯。哎呀，老吴啊。哎，老哥。包括阿伟你好啊，阿姨你们好，哎，阿伟好啊，这是我对那个，我知道啊，我经常看你直播，对，就是你上次给刚刚阿伟跟我打电话，我这个你也知道，我今天你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也说了，我这个不是很舒服，然后阿伟跟我打电话说阿姨这边有一些情况，你跟这个阿伟聊一下了，反正全力支持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我跟你说，这是阿姨第一次出现在直播间。对，当然，我知道这事儿。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，一下子。